盼明灯，燃希望之火照亮黑暗的每一个角落。愿你迷惘解开疑惑，海天仍遨游。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欢喜自在心开阔，不沾尘那么下面让我们进入佛道品第八，也就是第八品，对吧？佛是梵语，对吧？我们明天也要皈依。那么今天再给大家讲佛，对吧？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佛是梵语，全称叫佛陀业，有佛陀业，也叫布达，对吧？它翻译过来叫什么呢？叫觉者。什么叫觉者呢？醒来的人。那有人说了，法师啊，你这很可笑吗？我就醒了，虽然我有点迷糊，对吧？这时间不是很好，我有点迷糊想睡觉，但我确实醒了。但呢，你的这种醒只是生物钟的一种醒，但你的执着还在，你只要不执着了才是醒了，对吧？可是我们今天都执着，所以你还没有醒，对吧？所以佛道就是佛所觉悟诸法的真实相，也就是诸法的本来面目。而这个本来面目不是悟时才有，迷时没有，对吧？有悟吗？不是说啊，我醒了才有，我迷的时候就没有，不是这样的，对吧？只是诸佛悟得本来面目，与之相应。悟得本来面目是什么？悟得本来面目是什么呢？没有啊，什么事也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是无常的，因为是无我的，没有主宰和实在性的。那么我们就说所有的存在都是假的，那么请问假的不就是空的吗？那么如果你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怎么样啊？这就是本来面目。如果我们明白了，哦，它就是假的，它就是空的，那好，我心里不执着了，那就是相应，既能随顺法的相状和世间价值观念，而没有任何困难，没有任何痛苦，就是佛道，对吧？因为你要随顺，对吧？你就是要面对。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敢面对，对吧？那有人说，那我敢面对屠宰场吗？对吧？如果你要真的能在那种环境里，你要能够面对的话，那你可能你升华，你改变自己的可能性，或者你的成就可能会更大，因为你没有勇气。因为你有一个强烈的我执和认为一个强烈的外境，所以你认为你是冲突的，你不敢面对，因为你消化不良，所以你无法成就。那么如果我们能够随顺法性这个相状各种各样的氛围，同样你还有世间的价值观念，对吧？人们说好说坏，那么说高说低，对吧？那么你都能够面对，那么在面对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困难，对吧？当然这个很难界定，很难界定在哪，这是你自己的经验和感悟，对吧？那么很多人，对吧，麻木了，或者做坏事做习惯了，他说我没有执着，我不在乎，那这个人就非常危险了，对吧？所以说我们在面对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困难，也没有任何痛苦，才是佛道。这就是醒来，这就是我们共同需要走过的路，就是要面对各种相状，要面对各种价值观念，
对吧？如果你仅仅把自己把自己拴在家里，那说明你只适合在你的家里这个小范围内适应，而且适应到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你又适应不了，对吧？因为你发现，对吧？因为你跟家里这几个人的矛盾就变成更加尖锐，因为你跟与世隔绝了，对吧？你认为你设定的说，我认为我是一个佛教徒，对吧？我作为一个佛教徒的一个征兆就是什么呢？我搁那拜佛，我那烧香，任何人不要打扰我；我吃素，任何人不要干扰我，对吧？谁要如果干扰我，我像疯子一样的就跟他俩开火。那么，请问，这是一个觉者的境界吗？这不是。那么，觉者的境界，他不是一个刻意，但是他要有原则。他在守持这个原则的时候，他绝对不会因为守持这个原则变得一种极端或者情绪化，他都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那么我们看到的情形就完全的相反，那么极端情绪化，高度自私，对吧？这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些个迹象，这些迹象恰恰污染了佛教正信的环境，对吧？也同时也障碍了他自己修行的进去，就是往上走，怎么样去能突破，障碍了他自己。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症状的时候，这种迹象的时候，怎么样呢？产生了一种抵触的情绪，觉得哦，原来佛教的信仰者就都是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好，那我不选择。所以你间接的自觉不自觉的影响了更多的人来不选择这个信仰，所以你是障碍者，所以你有过失。如果有罪的话，你才是真正的罪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去好好的给自己面对我们自己的行为，自己照一照自己，我们是否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是否想过要改变一下自己，对吧？如果我们从来没想过，那么请问你凭什么要说你自己是佛教徒？你活得不快乐不自在，对吧？你没有让别人看到信心，看到希望，看到欢喜，请问，对吧？那这种信仰是不是已经死掉了呢？对吧？我们说它确实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对吧？那么它的原因是什么导致的呢？是因为我们个体的一个表现所导致的。但是恰恰我们认为佛教的真精神它不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大家做成了这个样子。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要调整，要改变一下，就显得当务之急，对吧？所以说学习佛道品就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种因缘，一种机遇。那么众生是迷惑的，对吧？于是起颠倒妄想，颠倒妄想，对吧？没事找事儿，对吧？无事生非，对吧？违背事物的本来面目，对吧？本来这个下雨，对吧？这正常，他说这不顺的。本来这个太阳出来了，他觉得倒霉，对吧？那你说寻寻常常是你老心里头有隔阂，你老是抵触，那你说你能不倒霉吗？你能说顺吗？对吧？其实吉祥如意，我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过，要回头，不要钻牛角尖，回头才是吉祥，回头才是如意，回头才可以是灵丹妙药，对吧？所以你要去调整你自己，对吧？那么如此即是非道，明明是道也是非道，因为道成为障碍，对吧？可见呢，正如司仪梵天所问经中所说的，一切法正，一切法邪啊，什么意思，对吧？就告诉我们，一切法都可以是正法，一切法都可以是邪法。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个人的消化能力有限，所导致这样一个结果。而异，因时而异，因迷悟而有差异，对吧？
人、时间、环境、地点不一样，所以产生了差异，对吧？如《坛经》中有一位法达的一个出家人，他曾经读过3000部《法华经》，读了3000部《法华经》，他读完3000部《法华经》，他就不知道自己北在哪了，他开始就觉得自己晕晕乎乎的，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就看谁都觉得瞧不起。你哪读过《法华经》啊？你读《法华经》，你也没读3000遍，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就开始膨胀了，对吧？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表现，对吧？越读《法华经》的人，越会怎么样？越会简单呐，越会自在。他膨胀了，对吧？他鼓励了一个更大的我执，那这种读《法华经》那就是可怕的。所以法正和法邪的问题，其实不过是一念之间的问题，对吧？于是就有了大我慢，就是看别人都不行啊，轻慢别人，对吧？去参六祖慧能大师时，特别六祖慧能啊，去顶礼。顶礼的时候呢，对吧？一般人都很谦卑啊，见着高僧大德啊，顶礼要怎么样呢？要把头，对吧？要碰到地上，两个手翻起来，要碰到地上，表示非常的恭敬、谦卑，对吧？这样的修行才有意义，因为我慢，我执才得到改善，对吧？他不是这样的，他把那个头啊不着地，他就马马虎虎，对吧？就随便有那么一个形状，他也头不着地，对吧？那么六祖啊，一看他这个样子，说：“你心中必有一物，对吧？你肯定有你骄傲的东西，有你依赖的东西，你心中必有一物。”那么于是呢，那个法达就很骄傲地说：“我读了3000部《法华经》，啊，一个出家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玄绕的历史，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否定我们说自己没有我慢、没有我执？那不可能，对吧？我们说这个故事，并不是要贬低这个法华，就说明人性都有这个弱点，对吧？”那么，于是，对吧？就有了心迷法华转，对吧？心迷惑了，就被法华所转，对吧？觉得法华是自己骄傲的资本，增加了更大的一个我执和我慢，对吧？心悟转法华，心里开悟了，不再执着了，就让法华转起来了，对吧？转法华嘛，对吧？读诵久已明，欲作仇家，对吧？读诵久未明，对吧？很多人啊，读诵经典啊，就包括这个法达，读诵很久了，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欲作仇家，因为这个经典所表达的意义，就是真谛，成了什么呀？仇家，对面不相逢，啊，跟他不认识，这不就仇家吗？啊，极其陌生，对吧？所以无念念即真，有念念成邪。所以无念就是你要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能念和所念打成一面了，你要不执着了，就完全心里都不挂碍了。说无念念即正，这个念头是正念，对吧？那么有念念成邪，哎呀，我的念佛，我要上西方，邪。大家去想，完全忘我的人才可以真的有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对吧？有无俱不计，常遇白牛车，对吧？如果我们不执着有，也不执着无，都不去执着和计较，那么怎么样啊？常遇白牛车，那我们将会怎么样啊？那么永远的驾驭着大白牛车，驾驭着大白牛车就是成佛的路，对吧？那多好啊，对吧？可是我们今天，对吧？你好事没做好啊，对吧？那怪谁啊？怪自己，对吧？你文经你读诵你不知道意思，对吧？你又不向人请教，对吧？你突然间遇到一个请教的，你又给你教差了，对吧？所以这都是个问题，对吧？
又如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所说，体如小儿见镜中相以为实，欢喜一曲未为真实，大人观之云宽阔人言，对吧？这里面这个故事也很好，比如小儿啊，一个小孩，我刚才举的是狗，其实人也一样，对吧？小孩不懂事，见镜中相啊，以为是实在的，怎么样呢？高高兴兴的就用一只手去装，对吧？以为是真实，大人看到了怎么样呢？对吧？就告诉人们，那不过是宽阔人眼的镜子而已。其实镜子里的像，第一个它不实在，第二个即使有，它也是一个我的假象，也不是一个真的我，对吧？所以说我们要引以注意。又如憨山大师在他的诗中所说，说什么一枕梦黄粱，对吧？有人要去报考，报考走到路上要做黄米饭，他睡着了，于是一枕梦黄粱，他当了大官，对吧？又做了驸马，然后又怎么怎么样，突然间那边黄米饭刚刚熟请他吃饭，对吧？整个他的生命整个都经历过了，是叫一枕梦黄粱，对吧？不过如此，对吧？千秋血汗功啊，对吧？我们讲起来对吧，秦始皇啊，汉武帝啊，对吧？包括毛泽东啊，这都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对吧？成吉思汗呢，真的了不起，一代伟人，对吧？打下江山，社稷，真的让我们觉得敬佩，敬佩有加，对吧？只知常不朽啊，谁言谁信转头空，对吧？只知常不朽，秦始皇说我是始皇帝，我要传给，对吧？万世，对吧？到了二世就完蛋了，对吧？所以说不可能如因所愿的，对吧？他甚至他要长生不老，他五次跑到那个秦皇岛到那去看大海，对吧？他老去派那个神仙去上海，就是海外去求药，长生不老药，被人忽悠了，对吧？跟着老跟着看看啥看，对吧？人跑了，对吧？据说日本，对吧？那个济州岛那都曾经有过徐福的痕迹，对吧？那么谁信转头空？对吧？转头就没有了，几十年的事，对吧？明白这个道理，大家不要怎么样，不要不负责，但不要去执着，对吧？这个才是一种正确的态度。可见目前都是生死事。眼前都是生死事，眼前都是生死事，眼前了得生死空，眼前都是解脱流，对吧？你面对生死而不执着生死，才能够了脱生死。如果你面对生死痛苦无奈颓废，那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你面对生死，哦，原来这么短暂，好，那我用短暂的生命，我帮助更多的人，那你就有足够的资粮。那么这个账需要大家去认真思考的，是吧？此即是佛道，这恰恰是成佛的大道。那么如果不了，如果我们不能明白，那就是轮回中的六道，那就不是佛道，是轮回之道。所以轮回和解脱不过是一念之差，对吧？那么我们面对经文，经文是尔时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言：菩萨云何通达佛道？维摩诘言：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那么这句话就表面而言就有点荒唐和胡闹，
对吧？但是你认真面对起来，确实是真理，非常非常圆满的真理，对吧？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就在维摩诘说完天女来历之际，妙吉祥也就是文殊菩萨又问维摩诘说，菩萨怎么样才能通达佛道呢？对吧？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迪啊，我们怎么样能够通达佛道呢？那其实说的难道不是我们吗？不应该是我们吗？应该，对吧？所以说维摩诘就回答说，如果菩萨行在非道之中，这称为就称为通达佛道，行于非道之中就称为通达佛道。所谓道是什么？是诸法实相啊，就是空，对吧？就是无常无我，对吧？反之则是非道，有主宰性，有实在性，是常的，对吧？那就是非道。行有二支，是业道，对吧？那么十二因缘，对吧？行有二支。那么十名色六入处受生老死七支为苦道。事实上，二途一辙，业道和苦道原来是一个。针对非道通达空性天然之道，即是佛道，对吧？我们认为是常的，是永恒的，是实在的。好，你今天就面对这个常的、永恒的、实在的，你就去透视它，透视到一定程度，哦，原来没有一个常的、永恒的、实在的。那么我们发现，对吧？我们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对吧？所以就是行于非道，即成佛道，对吧？通达佛道。那么针对非道通达空性天然之道，即是佛道。因为违背空性天然之道，所以我们怎么样向外支取，向外去贪求啊，于是怎么样众生起惑造业，于是就受苦，对吧？于是我们这个道就是非道，起惑造业轮回受苦，这是不是非道？非道，对吧？那么而菩萨知惑业苦三者没有实在性，对吧？你众生起惑造业轮回受苦，原来他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实在性，对吧？那么就是空，空即天然之性德也，对吧？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对吧？如是即行非道而入于佛道。我们要面对生死无常轮回，或者人生中的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五阴炽盛，求不得苦，五阴炽盛就是身体四大不调，种种种种不尽人意，各种痛苦，怎么样？这都是非道。我们去面对这样的非道，那么面对非道的时候，去透视它的实在性没有，它只有虚假性、过程性。那么如此即行于非道而入佛道，这个大家要清楚。所以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是敢于面对生死，敢于面对不幸的，是勇敢面对、勇敢担当，对吧？然后去消化、去转化，对吧？更有菩萨悲心啊，发大悲心，对吧？因为他为什么能发大悲心？他说从空性而言，大家都是平等的，于是我要帮助别人，所以不忍众生苦而入于非道。
谁面染大事变成鬼的样子，对吧？地藏菩萨下地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大无畏的这种气魄，请问没有那种大悲心，没有大智慧，根本不可能，也不敢去，也不敢下地，也不敢变成鬼的样子。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就提出了一个，对吧，严肃的，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对吧？因为我们现在不敢，如果你不敢的话，那么你就失去了一个机遇，对吧？你回避，你哪里有机会呢？你没有，对吧？所以这个挑战是重要的。那么从而方便善巧，使众生舍于非道而入正道，对吧？到了地狱里去，你变成鬼的样子，变成地狱的样子，你才能够跟他们打成一片，你才能够去改变他们。如果他们本身就是痛苦的，他们永远是痛苦的，他们永远没有希望。而我们如果能够这样下去，能够去转变他们，你有更多的希望，他们也有了希望，那么你也将因为利于众生而利于自己。因为你能够去没有我执去下地狱，明白？那么就说明你的我执在不断的改变。那么当你的我执完全改变的时候，那么你只有一点，就是为了众生活着，不是为了自己活着。所以佛教说不为自己求安乐，但为众生得离苦，这个不应该是一句空话，应该是一个行动的证明，对吧？可是我们今天见不到这一点，对吧？见不到才说明这是一个末法，否则的话那一定应该是佛教的正法，对吧？那么我们应该从我们自身上应该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对吧？我觉得那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对吧？而对他自己却没有非道，没有佛道的观念，对吧？地藏王菩萨下地狱，他不认为有一个实在的地，对吧？他也不认为自己说因为这一点成佛了，他没有这样的观念。那么面人大士也一样，他并没有认为说我视线做一个鬼王，做一个面人，做一个鬼的时候，他认为自己是个鬼，他认为这是个游戏，所以他才能够勇敢而面对，对吧？我们现在却不能够勇敢面对，我们还在装神弄鬼，这就岂不是可怕，对吧？甚至是更可悲，对吧？这需要我们去认真的去思考，对吧？所以说他没有这样的概念，没有这样的观念，他才能够勇敢地走进这个游戏。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他是没有办法走进这个游戏的，因为他没有那种这个无所畏惧的一个感觉，对吧？因为他还有我执，对吧？所以地藏王菩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面人大士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对吧？也许我们做不了他们，但是你要记住，你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可以做起来，对吧？那样的话也足以证明一个佛教徒是可以负责任的，对吧？不然的话，今天的佛教徒，对吧，给别人带来的不是希望，往往是失望，对吧？今天早晨一个佛教徒告诉我，他要学习基督教了，对吧？我很伤感，那么我无话可说，我说好，希望你把它弄明白，学明白，对吧？我希望是这样，虽然我不愿意说你去学基督教，对吧？但是我对基督教没有个人的成见，这完全是个人自由的一种选择，对吧？但是我们想一想，佛教真的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吗？没有让我们信服的理论吗？不应该是这样，可我们就是因为做得不够，所以人家在我们这里看不到希望，看到的只是失望。他能够
给我打这个电话，对我来讲是一个激励，对大家来讲，那么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思考，对吧？这种思考应该是什么？希望大家自己琢磨吧，对吧？那么经文又问：云何菩萨行于非道？答曰：若菩萨行五无间，耳无脑会，至于地狱无诸罪垢，至于畜生无有无明骄慢等过，至于恶鬼耳具诸功德。那么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妙吉祥菩萨进一步问维摩诘居士：菩萨怎么样行于非道呢？啊，怎么样去下手啊？在行于非道啊，对吧？预计与会大众以及未来的众生，对吧？当然，未来的众生也包括我们，所以不一定能够理解关于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这样的一个甚深的道理。于是就替大家发问，所以文殊菩萨是伟大的，是具有大悲心的，对吧？那么对此维摩诘就回答说：如果菩萨行于杀父杀母杀罗汉除分身血破和合僧等五种无间罪业，而无有烦恼，没有嗔恨之心，这个大家要仔细的思考。因为如果有烦恼有嗔恨之心，即以无法二止而造忤逆，对吧？我们往往是依着我的执着法的执着去造忤逆的忤逆罪业，杀父杀母杀罗汉除佛身血，对吧？破和合僧，对吧？那么如此则应堕地狱，就是一无法二止来造这个忤逆业，你一定要堕无间地狱。但是如果没有恼恨没有嗔恨之心而造忤逆，即是菩萨通达佛道。这个大家是要认真对待和思考的，前提是你一定不能有嗔恨有烦恼，对吧？即便你没有嗔恨没有烦恼，是不是要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也值得商榷？如果为了利益更多的众生，你可能会选择这样一个方式来引导别人，否则你的引导是否合适，对吧？是一个问题。我告诉大家的只是一种需要理性，而不是一种误导，对吧？说到这里，那么可能有人断章取义就把这样一句话拿出来，那你要注意，你要负责，对吧？所以说佛法是连贯的，是随缘的，对吧？我们不应该断章取义，对吧？那么如文殊菩萨仗眼逼佛之意，那么在宝切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每个人呢，这个证得阿罗汉果了之后，突然间呢都有神通了，就感觉到无始劫来曾经有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对吧？尤其是杀父杀母这样的过失罪业，那么每个人都很恐惧。那个这个时候文殊菩萨仗眼来逼佛，那么使大家豁然开朗，因为能杀和所杀的两者之间是没有实在性。那么当认识到这一点感悟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些五百罗汉心开意解，心里的挂碍疑惑顿然消除，这是教化众生的一种绝好的方便，对吧？那么我想
这样的故事不是一般人随便就可以来玩的这个游戏。我们只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大家，心里不要去执着和挂碍，你就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又如福建雪峰有一位，对吧？有一位法师，是明代的时候的一个法师，对吧？这位法师呢，他跟他的父亲，我忘记了这个法师的名字，但是这个故事我没有忘记。这个法师呢，一直在没有出家之前，一直跟他的父亲打鱼回来晒鱼卖鱼，一直是这样的，所以他一直都想要出家，一直都没有姻缘。那么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有一天在出海打鱼的时候一不小心落到水里，那么落到水里的时候，他没有去救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跟他喊，你把你那个竹竿伸给我，他就不伸给他，对吧？那么我说这个故事的道理，就是要告诉大家，你要升华，你只有不局限的时候，你才会理直气壮。如果你不升华，那这个人性没有了，佛性也没有了，啥性都没有了，这人就可怕了，对吧？那么他于是感慨，因为他没有救他的父亲，他父亲在极度的那种恼恨、失望、绝望中沉在水里死掉了。他于是感慨，伤感的大喊说，佛说一人出家九祖升天，若不如是，诸佛妄语。对吧？如果说我要出家了，那我的父亲他要升天呢，对吧？如果不是的话，那诸佛打妄语了，对吧？但是马上，对吧？那他的父亲真的就升天，对吧？问题是看我们的发心，对吧？在我们看来，发心是至关重要的，好事坏事看发心，对吧？因为这样的勇气不是一般人都能玩得了的游戏，对吧？虽然它是游戏，可是甚至要面对着很多很多的误解、压力、猜忌，对吧？误导，对吧？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对吧？如果我们没有勇气去做这样大的事，做小事总还可以吧，对吧？那个超然的孤独的魅力，一般人是无法效法的，也是无法消化的，更是无法理解的。菩萨能够入于地狱，现地狱身而度众生，实实在在不是业报罪垢入于地狱，不是自己啊业障啊牵引入进去的，是愿力进去的。所以菩萨在畜生道度众生，没有骄慢、愚痴等过；菩萨在恶鬼道度众生，而能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对吧？道理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共同探讨《维摩诘经》佛道品第八，在这一品中，文殊师利问维摩诘，菩萨云何通达佛道？那么今天就给我们也提供了一种希望，怎么样才能通达佛道？这是经典说的，所以它带有高度的权威性，不要偷摸嘀咕，不要这个弄一些个非佛教的东西掺到佛教中来，浑水摸鱼，
这是可怕的，对吧？前几天的时候有一个居士跟我讲说你是要受恶报的，我说为什么？因为你帮人家烧纸，对吧？我说我肯定不会下地狱，肯定不会变成鬼，这一点请你放心，对吧？这种报应肯定有，对吧？如果有人很欢喜很赞叹，甚至呢一昧的在这里边折腾，那鬼在招你，对吧？地狱在招你。否则的话，这个东西只能在地狱和鬼里边才能够行得通。所以这一点我要澄清，我们今天是学佛的，学佛的一定要有学佛的标准。当然这个非道也可以，但你是不是悟到空性了呢？如果你已经悟到空性的时候，更多的人都没有悟入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一个误导呢？这也是个问题，对吧？如果你已经悟到空性了，那已然无所谓了。但是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更多的人能否接受和消化的问题。所以说这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那么维摩诘就回答文殊菩萨说什么？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大家要记住，你不要搁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对吧？都是你设置的，对吧？通达非道，因为非道也是没有实在性的，非道也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尤其在这五浊恶世，对吧？虽然浊，但是你要改变观念，那你就有希望。如果你认为这个就是非道，我就是好人，他就是坏人，我告诉你，你完了。虽然你也是好人，但是你不能解脱，你顶多人天福报而已。所以我不是危言耸听。那么因为佛法是不思善不思恶的，要面对善面对恶面对五浊恶世，这种锻炼是必要的，对吧？如果你们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锻炼，那我们就没有机遇没有希望。所以请大家注意，若菩萨什么呀，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所以佛道是什么啊？我曾经说过是鸟道。什么叫鸟道？没有固定的道，就叫鸟道。法无定法，对吧？定法不是法，这就是佛法，对吧？你又怎么能执着这个固定的法呢？我们之所以不做某些事情，是因为我们要恒顺众生，并不是说那个是不可改变的，因为已经在改变，对吧？因为我们要让社会的人要有希望，对吧？能够看到与众不同，他才会相信你，才会佩服你，对吧？如果你跟他们一样都是同流合污的，那他怎么能相信你？你和我一样啊，对吧？那你看出家人就要把头发剃光，穿上这样的衣服，你就觉得很神圣，他说的话你就很信服，对吧？如果他做的事你不信服了，又麻烦了，打折扣了。所以说这就是一种责任，对吧？所以非道就是不是固定的道，甚至我们认为是非情理的，是一种轮回或者堕落的一种方式的道。那么这里边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非道有三，这是大智度论龙树菩萨讲的，说有烦恼道，对吧？你的烦恼就是机遇，你不要拒绝说我烦恼我跑，那你跑什么？你跑你没有机遇，对吧？业道那也是机遇，对吧？还有苦道，说苦啊，苦才锻炼你。我告诉你，这娑婆世界是最锻炼人的，你跑到极乐世界你怎么修行啊？我告诉你，大家可能就混日子，对吧？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人说了，那法师你一厢情愿，对吧？你就看那个因顺导师说的，就娑婆世界最苦的地方是最好修行的，对吧？最乐的地方我告诉你大家不修行，对吧？你看那个富贵学道难呐，
对吧？他富贵了，他很难去学道，他就觉得你们都是苦的。他甚至问我是法师啊，你受到什么挫折了你才跑出家呢？我说我啊就受到了什么样的挫折，我告诉你，我感觉到人生啊没有意思，无常啊，对吧？所以我就出家了啊。就这样，我这样还不够吗？难道还不够吗？对吧？已经够了。其实就是这样，无常啊，无我呀，没有实在性啊，对吧？所以过去讲时间过得飞快啊，对吧？其实你撵不上啊，你总是活在后边，所以你必定要轮回啊。所以烦恼道、业道、苦道，对吧？那么所谓烦恼道就是无明爱取，对吧？你没有智慧，我们社会讲叫傻了吧唧的，对吧？那这个就也是修道。哎，这一品是很微妙的，我告诉你，这可是佛说的，这还不是我说的，我要说的很麻烦了，对吧？所以大家去思考。所以说无明爱，对吧？所以这个没有爱哪有恨，没有恨哪有爱，所以在那边搅来搅去的，你终于醒悟了，对吧？爱是一种感觉，爱是一种错觉，对吧？爱是什么，对吧？爱就是想不开，就是这样的，想开了没有，想开想不开就折磨，往往就是这样。还有什么？还有取啊，执取，执着，对吧？钻牛角尖儿，对吧？突然间有一天钻累了，哎，这也不钻了，这一马上就好了，对吧？所以没什么坏处，对吧？那这就是烦恼道。还有行有二支是业道。什么叫行？造作，对吧？这个随性所转，造作了，对吧？造作怎么样？有阿赖耶识种子了，对吧？这个也是非道，对吧？因为你有了不如意，你有了这样阿赖耶识种子，你投生了，你才有机会做人，才会闻到佛法，这也是非道，也是什么佛道。同样，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的分别心意识，你在分别着怎么样，你投生了，对吧？六入就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入，对吧？然后你拥有了，然后你投生的这个过程，你在母胎之中你的六根成熟了，然后生出来，接触处置，接触外境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怎么样啊，你有感受，对吧？每个人都会有感受。那小孩子，对吧？最高明的一个办法就是哭，一哭有吃的，所以他就这样，对吧？往往他就有这个感受。然后长大了怎么样呢？对吧？他又觉得他闹，对吧？他也有回报，当然他只能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是别人面前谁不会惯着他？所以最好的父母他不是这样的，对吧？那么还有，那么因为有了这种感受，怎么样？阿赖耶识种子又有了，于是有生有老有病有死，对吧？所以这是苦道，这都是修行的道场，不要逃跑。谁逃跑了谁没机会。我告诉你，大野红炉里面才能百炼成钢，才能修行。道场你没有苦你怎么修啊？你又没有不尽人意，你怎么会有出离心呢？现在很多人什么都不做，对吧？以为自己就能是修行，那纯粹瞎扯。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叫扯淡，对吧？那不就没有意义？因为你谁也没惹你，你还会好好修行，对吧？你没惹你自己打妄想，是吧？你自己搁那憋疯了，你就到处去攀援了，对吧？往往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思考或烦恼道、业道、苦道。对吧？怎么样呢？他的三者是没有自信的，没有实在性的。现在就要求你面对这个烦恼道、业道、苦道，怎么样面对它，来锻炼自己的心，怎么样不去执着它？为什么不去执着？因为它没有实在性，它是性空的，因为它缘起的，缘起的就是性空。所以怎么样，我不去执着它，你不去执着它，你就有希望，对吧？那么
就是空，空即是天然之性德也。它本来就是这样吗？你不是说你就发现的，原来是怎么样？你是回到了，你不是创造的，原来它就是，对吧？事物的真相就是没有是性格，你就回到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如起惑造业受苦，对吧？我们呢迷惑了，于是造业，于是受苦了，就是非道，对吧？而菩萨知惑业苦三者没有自信，所以怎么样就能解脱，就能在行于非道的过程之中而入于佛道，而且这样的入佛道，而且恰恰的是怎么样有意义，没有烦恼，你怎么可能求菩提呢？你没有睡着了，你需要醒来吗？不需要，对吗？所以非常有意义，在行非道的过程之中而入于佛道。为什么？因为行于非道，感悟非道没有实在性，是空性，于是你就入了佛道，所以你的世界就不一样。所以大家要记住，我们这次，对吧？讲的和前面的内容多少有点不一样，对吧？那么，更有菩萨的悲心，大悲心，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于是怎么样？入于非道，比如地藏王菩萨。对吧？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那么请问，你说为什么？不就是行于非道而入于佛道吗？这是一个最好的表示，对吧？那么我们也说了，是有一个出家人，他叫我们上次我把他忘了，现在我告诉你，雪峰的玄沙师辈，他小的时候打鱼，然后这个他爸爸一不小心掉水里，然后他就不救他。他爸爸骂他，嗔恨，恨死他，那种渴望被救的感觉，他就不救，因为他终于都没有负担，他出家了，他自己喊着一人这个出家九祖升天，若不如是诸佛妄语，对吧？那么他的父亲的确就升天了，当然这是真正的大修行大感应，对吧？你就别冒傻气，你非得把你爹弄水里去，那不行的。我告诉你，你别找我，你找我麻烦，我可没告诉你这么干，对吧？所以说这一点要大家要记住。还有佛教里有什么丹霞禅师，对吧？披佛骂祖，披佛的故事，他跑到庙里挂单，挂单之后别人没有地方住，好，你在大殿里住，晚上冷了，他把那个佛像就烤着着火了，他就烤火，对吧？第二天你当家师一看到他急了，你怎么把我的佛像烤火了？他说我在烧舍利。这瞎扯，那木头佛怎么会有舍利？他说那没有舍利，我再烧一次。那么就打破了你人们对于这种木头像这种我偶像的单纯的崇拜，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心，对吗？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这就障碍，障碍好那就把你打破。他是冒着风险来救你，所以那个师父一言下大悟，对吧？还有南拳斩猫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猫让它到来，到不来好，那把它杀掉，对吧？有人大吃一惊，佛教不杀生，我告诉你，救人是可以杀生的，我告诉你，救你的法身慧命是可以的，对吧？很多人是不能理解。那有个句子禅师，他有个徒弟，对吧？他别人问什么是佛，他指个指头，我们别想明白，哦，就是一啊，什么平等啊，就是平等啊，你这坏都没有自信啊，一下就误入了。他的徒弟一看，哟，试着一看，哟，这有窍门啊，对吧？他师父没在家，别人问他这一指望，别人也高兴，对吧？回来跟他师父一讲，他师父心里很明白，这都瞎扯，他照猫画虎，根本不是老虎。所以他问他这个师者什么佛，他就一比划，说你过来，对吧？过来之后拿刀就把他这个指头给他割掉，对吧？我告诉你，这就是佛法，为了救你可以这样，下地狱都可以，对吧？我们今天脆弱，谁说你不好听的话你记他一辈子，对吧？我都知道有这样的人，对吧？甚至不但自己记着，哎，告诉很多人，那师傅脾气不好啊，怎么怎么地。我告诉你，好了你就完蛋了，好了你就没有希望了，好了你永远堕落，对吧？然后他后边追，他在前面跑，他问他徒弟那个侍者什么是佛，
他那一看没有了，是啥也没有，啥没有才自在，我告诉你，对吧？啥没有了，你才真正的没有挂碍了，你勇敢了，你大无畏了，对吧？你才敢于像文殊菩萨一样的驾驭狮子，对吧？你现在我们现在鬼鬼祟祟的嘀嘀咕咕的，对吧？提心吊胆的，左右为难的，对吧？痛苦难挨的，那这样的事多了，这叫学佛吗？这叫折磨，这哪里叫学佛呢？那学佛就是坦荡的，无私的，无畏的，对吧？理直气壮的。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对吧？所以我感觉到，我说人怎么就叫不醒呢？对吧？想来想去，哦，末法呀，自己安慰自己。但是末法它还是人的问题，不是法的问题呀，对吧？法依然如故，那不就是人的问题吗？而我们今天拥有了更多的法，古人没有啊，对吧？访道寻师，千山万水的在折磨，在折腾，三步一拜，一步一拜的。我们今天谁吃过这么多苦啊？那密宗，我告诉你，四家行，第一个四家行，第一家行怎么样？对吧？要80万头，你拜有几个拜的，对吧？别跟他说假话，你给我真拜，我佩服你，对吧？那这家行啊，你修四家行，你修啊，你没人修啊，他可能就是瞎扯行，对吧？实实在在的，你给我拜80万大头，你给我拜下去，没几个真拜的，对吧？那没几个真拜的，你是真修还是假修？这就是个问题，对吧？所以我们现在要打破这种观念，对吧？所以这是什么？是当务之急，对吧？那么我们于是啊，就探讨了，对吧？怎么样行于非道呢？对吧？那个妙文殊菩萨问怎么样行，对吧？意思就是愚昧大众以及未来的众生，都不一定能够理解关于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这样的道理，不一定理解。所以修道的人多如牛毛，成道的人少如牛角，对吧？你别自负，对吧？挺胸抬头的，我皈依20年了，那没用的，那有啥用啊？我菩萨戒，我告诉你一点用都没有，三禅大戒的不照样也堕落吗？我说的是实话呀，对吧？那么你说那个有什么骄傲的资本呢？没有，对吧？关键问题是改变你的观念，对吧？你的心态才是行于非道，对吗？那么于是就替大家发问啊。对此维摩诘就回答说，如果菩萨行于怎么样，行于什么？你记住，杀父杀母，杀阿罗汉，除佛身血，破和合身等五种五无间罪，对吧？这个不是我说的啊，你可千万别赖我，对吧？我告诉你，你要赖到我身上就很麻烦，对吧？这个经典里就这么记载，就这么说，佛认可的，佛最后给他们印证的，对吧？我们现在就要打破这种观念。你的那个观念是做人呐，你是好人，但是你还得轮回。你现在要打破自己，就是很难过，很痛苦，甚至你很害怕，对吧？所以他们说要怎么样啊？行于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诸佛身血破和僧等五无间罪，而没有恼恚之心。当你杀的时候，你没有恼恚，因为你杀无所杀嘛。因为能杀的没有自信，所杀的没有自信，大家看到的有自信，因为你已经改变了。那么你杀是不是嗔恨心？那么他们杀是嗔恨心，那能一样吗？对吧？你杀是救他，他们杀是，我告诉你，恨他，能一样吗？对吧？佛爷骂人是骄牙败种，对吧？你这个糊涂虫，那和别人骂人能一样吗？不一样的，对吧？所以这是截然不同的问题。不一样就是没有恼恚之心，没有恨啊，没有恨的消化不良，骂你就是要惩戒你，要怎么样，要改变你，对吧？父母骂儿女，对吧？没有一个是父母说我要把你弄死，对吧？有人举出一个例子说有啊，我告诉你，那也是失手而言，不是说故意的把他弄死，对吧？
当然那人疯了，那人精神病了，你说有啊，那你不要拿那个例子。普遍性我告诉你，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一个这样狠的，对吧？所以这一点请大家记住，因为如果恼恚就是嗔恨，那么既无法而止，而造忤逆。因为你嗔恨了，你嗔恨了，对吧？你有我止，有法止，然后你会报复，那么于是你造的这个杀父杀母杀罗汉怎么样，破和声出破人血，那就必须要度敌，因为你有嗔恨心，你有我止法止，对吧？那么如果没有嗔恨，没有嗔恨心就没有，但这种没有不是假没有，是你真的不去执着不去挂碍。请问大家要记住，我们修的就是这个，没有执着没有挂碍，是吧？我大喊一声，有人说哎呀净空法师又发脾气了，我跟你说，你要知道我发脾气，你老用你的心态衡量，那也不行的，对吧？那不可以。所以如果没有恼恨嗔恨之心而造忤逆，那怎么样呢？即是菩萨通达佛道。你明白啊，对吧？恶来恶度，善来善度，对吧？当着好人要说好话，当着坏人要说恶语，你比他还横，你就能把他镇住。你不然的话，我告诉你，不是他战胜你，就是你战胜他，对不对？那么现在你要选择，你只有这样去锻炼，你才有机会。你得到处跑，比谁都滑头，对吧？也不敢担当责任，对吧？家里也不负责任，社会责任也不负，信仰责任也不负，这样的人他能成佛不就奇怪了？那不糊涂虫吗？对吧？糊涂虫成佛了谁信呢？除非你在空性上说，哎呀他也是空性啊，他有佛性，但是他有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对吧？你的感悟和那个糊涂虫的感悟它不一样，对吧？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差异。那么我们上次也讲了文殊菩萨藏简逼佛，对吧？那么能刹所刹还有我们的简都是没有实在性的，所以叫三轮体空，对吧？那么你才是真正在学佛。所以佛为法讲到这里，它就是一个悟，它就是不让你着相。现在我们瞪两只眼睛，对吧？都0.2的甚至0.1的，但他看外边还有花呢，还有佛呢，你瞎扯吗？跟这个佛法不相关呢，对吧？你老往外看，你能看哪儿去？越看不越远吗？对吧？所以要记住我，对吧？所以说一般人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效法，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样的怪异的行为，只有菩萨才敢，对吧？只有佛菩萨才能够如此，对吧？那么请问我们今天，如果你要是有一天你看到了地藏王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告诉你，你一定认为这个人是个二百五，对吧？这个人不是个二百五，是个二傻子、二杆子，对吧？傻了吧唧的，你怎么这个样呢？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相应的，因为你不能做他们，所以你就永远都是凡夫。你能吗？对吧？你甚至你受菩萨戒是偷机取巧来的，我要戴着你帽子，佛菩萨到时候就关照我一下子，对吧？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我们是带着另一种心态去学的。没有说我付出然后我才怎么样我才受益，因为我们没想付出，请问你又如何受益？那就不可能啊，对吧？你们好像是来投机来了，那怎么可以呢？不行，对吧？菩萨能够入于地狱，现地狱身而度众生，那么实在不是业报罪垢而入于地狱的，是愿力。菩萨在畜生道度众生也没有骄慢没有愚痴的过失，菩萨在恶鬼道度众生那么也能够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这就是让我们目瞪口呆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没有地狱恶鬼畜生的实在性，所以这是非道，
那么我认识到没有实在性的时候，这就是佛道。我们希望在非道中来锻炼自己，锻炼的结果就是我不再去执着它，你应该就入于了佛道。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经典，到了另一种场合加上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这种场合，在这种法座上跟大家交代的才是最真实的佛法。所以这一点大家也必须是要记住的，对吧？因为我也是要负责任的，大家听的也要听明白的，它有一种使命感，有一种相应。否则离开了这种气氛，那是另外一种感觉。那么下面的经文，行色无色界道，不以为胜，四行贪欲离住染浊，四行嗔恚离住众生无有隔阂，四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心。那么经文的意思告诉我们，菩萨在色界天和无色界天并不以此为殊胜而贪着，对吧？那么很美很漂亮的境界，做一个好梦，大家去贪着的人太多太多，对吧？天的境界是很富丽堂皇的，是很舒服的，是很愉悦的，比人间要好的不知要多少倍。所以天福是我们每个人所贪着的，也必然要贪着，因为那很舒服很愉悦，对吧？那么所以一般的人是要以为殊胜，于是贪着。但是对于菩萨而言，他不以为殊胜，也从不去贪着。那么菩萨在欲界中四行贪欲，四行贪欲，我也贪了，对吧？也贪心，但是呢，而自己却无染着。为什么呢？因为我让你感觉到我也有贪欲，我也有烦恼，然后我心里没有烦恼，我跟你的距离在拉近，我在影响你，慢慢的你也改变了你的烦恼。所以菩萨不是自己要有，是因为众生有他才要有的。菩萨视线嗔恚恼恨，他也咬着牙切着齿也骂你，对吧？但是你感觉到他很真实，对吧？确实很真实啊，对吧？这个我前几天我去上那个云门寺看我的师父传法的师父，对吧？他见到我之后他就拍着大腿，哎呀我要死了，哎呀我要死了。我当时目瞪口呆呀，我可以这样讲，把我吓坏了。但是我一想啊，没有这样率真的人，因为每个人都会装模作样的，对吧？你跟我说一些违心的话，他实在，我要死了，死了是正常的事啊，对吧？有什么可惊骇的呢？对吧？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因为我们对于死他有挂碍，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他怎么说这话呢？是我要死了，人都是要死的，这是规律啊。没有什么奇怪的，我们坦然地面对死亡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解脱，我们不敢面对死亡的时候本身就是轮回。越是不敢不愿意死的人死得越快，而且质量越低，没有办法，对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勇敢无畏，这样的话你死得慢，你会死得质量好，对吧？你会解脱轮回，不然的话就很麻烦，是吧？